新闻继续来看是江宜城隍庙新店各定公职的案件，伫咧日前在文化部来召开着公职审议会议，终于获得并且通过，在适当前启动升级行动的经营市长吴敏辉，各立法委员郭桥人经过真侪党的努力，郭桥人是特别含江宜市的议员哦，到江宜城隍庙恭贺，都是大出荷包。嘉义县公庙自清康熙54年创建至今，已经有将近300年，成功达成升级固定古迹。在4年前启动升级行动，历经前市长吴敏辉以及立委吴玉仁，经过多年努力之下，吴玉仁特别甲嘉义市市议员报台委郭文基、郑国宏、甲苏德芳等人，到嘉义县公庙恭贺，并且打着合本。11月份的时阵，来做一个协调，伫咱的。叶董事长啊，甲管理委员会啊，甲所有咱遮个教授、甲立法遮个委员吼，大家来做阵来共同来探讨。啊，今仔日吼，有法度来通过，我也特别欢喜。啊，我含咱个所有苏哲峰议员、傅大伟议员、郭文基议员、郑光宏议员嘞，来甲咱个城隍庙哦，即个上爷公来甲伊报告一下。吼、哦，咱即个已经。这个任务吼、哦、交代已经顺利完满了。城隍庙董事长叶元祖表示，新界各地古迹，大家做伙来拼过关，伊一一感谢。当时城隍爷庙是分家乡亲心目中的共同生活回忆，重申各地古迹全体党干事对城隍庙价值的再深入研究之外，更对于周遭环境整治积极改善，让城隍庙维护工作会当再前进。决心讲一定爱护这个国家古迹好过。哦，啊，佫受到吼咱的地方，即个啊政府官员，甲咱重视文化局啊市长，啊，甲咱即个吴立伟、甲李立伟，吼、哦，因遮大力甲咱支持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即帮啊，佮会当通过，即一只啊，我嘛代表上庙吼，用啊咱市长吼、涂市长甲咱的文化局以及咱。吴立伟甲咱也做这个啊，李立伟吼，啊甲咱遮种议员吼，李伟哥又真真欢喜，会当不负使命，促成家己城隍庙升顶固定古迹成功，对当初答应城隍爷的承诺有所交代，更加欣慰，并期待城隍精神永续传承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家己市采访报道。